三角龙和万龙，而且还是电镀版。走，我们带回去看看。首先来看这个黄色的三角龙人，哇哦，是三角龙人形态。Cool。配有两把动能匕首。喷涂工艺极具收藏价值，而且它们全部是珍藏的电镀版。现在是三角龙人形态，接下来变形成为魔方形态吧。锵锵！魔方形态变形完成，它的编码是 B2 哦，还配备了一个魔方收纳盒。第二盒是万龙人形态，哎，怎么这次直接是魔方形态呀？而且还被装在了收纳盒里。它的编码是 B4， 一个绿色的魔方。那我们给它变成龙人形态吧。万龙人形态变形完成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！喜欢点赞订阅，下期见，拜拜。